场秀，都来到我区，简单都是逗趣，以后不犹豫，每天下到抽蓄。欢迎您收看全民最大的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宏达电的董事长王雪红，欢迎收看全民最大党。全民做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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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老板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新闻站演什么。夏夏，其实我觉得你很帅。尊尊，你怎么这样讲？你才帅，你最帅了。没有啦，而且我觉得你这套衣服真的超时尚，超好看的。你的衣服才时尚，我超想买你这一套的啦。没有，而且我觉得你的牙龈啊，跟我一样都好迷人哦。你这么讲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你的也很好看。对啊，我们一起迷人吧。等一下，结果你们这样一直互相称赞，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哦？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对啊，别人夸奖你就是要接受啊，而且你知道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台湾是十大伟大社会，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接受我们是住在十大伟大社会里面，懂吗？哦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们也可以来称赞我啊，我都可以接受吧。来，好啊，你好丑。哎喂，不是说称赞吗？摄影大哥，你看我哪位很丑嘛？你看我，哎，看我，哎，看我。大哥，你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我很美。哎，你不要打蒙哦，仔细看着我，耶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好的，刚刚看完新闻站，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，美国有一个《富比士》杂志调查，台湾入选十大伟大社会。那么，既然入选的话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可以感觉一下，你有 feel 吗？你 feel 很幸福吗？还是觉得拍谁拍谁啊？因为这个标准呢，是根据全球竞争力、经济自由、还有环境绩效、生活品质等条件啊来做评比的。当然，我们台湾是入选十大伟大社会国家的第十名，但是得到这个名次之后呢，台湾人自己会觉得说，以我们目前的政治形态还有经济状况，你觉得是很幸福，还是觉得？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第十名哦，拍谁拍谁。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样的话题。那我们今天坐在主要的位置是谁呢？是我们啊台语歌王加上金马影帝。台语歌王是我们的王世贤，金马影帝是马如龙，欢迎。欢迎欢迎。准备好了吗？昭告全天下，无论是酸甜苦辣，我永远不离不弃爱着他。是交给我吧，我会为你打拼，辛苦好我来担，太平淡你来选，最顶巨星。真的是太厉害太厉害，歌王来到我们现场，真正是光那个样子啊！江东江六六六六六啊！多六多六，黄江我，今麦佫出一个新的 CD 啦，嘿，国语的，国语的，本来是这个台语的歌王，今麦佫要打入这个叫做啊国语的歌王，我要自己要调整，一起去幸福啦，一起去幸福，是是是，听讲这个签唱会嘛真厉害，台北桃园中坜。
吼，台中、彰化、台南，大家所在拢有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不如讲为南部先开始，为台南先开始是吗？哎，对对对。你甲看卖啊，七月十五就开始啊。你看我背得还可以。你也真清楚。OK 了。哇，重点是明仔载，阮的专辑就发行。明仔载就发行啦，而且内底阁有这个有做国台语综合的歌，都加一条嘛，是咪啊？咧，一起去幸福。你啊，伊真正有够厉害，这戏有够演。因这文件啊，甲我吼，啊，真歹势啦，因为我真马演技，对方这种歹势歹势，哎，歹势歹势，啊，金马影帝一定要有这个讲座，歹势歹势歹势，这本来是安尼啦，哦，应该是文件甲我做伙得到这个金马影帝，没有没有，不哩，就是我年岁较大啦，我先提啦。好不？啊，老贝，敬老尊贤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啦。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过今天日哦，也是算是很巧合了。刚好我们王董事长在这里。啊，他又叫王雪红。对，刚好有一条歌叫做《雪中红》。雪中红，雪中红，雪中红。对，哎，董事长，作为秀姐，对我已经仰慕他好久，能不能跟你合唱一小趴？就是他的意思说，能不能尽量他不要唱，你来唱。尽量我来唱啊，我也很喜欢唱卡拉 OK 啊。王雪红董事长，唱过了几台，来来，来，我们来唱。哇，很荣幸王世贤啊，为了这首《历史》。写在梦醒，亲像你的梦，阮的心袂轻松。为你，我心沉重。啊，不见中秋又风霜，只有玫瑰山中红。先去聊是是是，先去聊。你坐在那里了，慢点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其实这首歌当初《雪中红》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创立宏达店呢。是啊。哦，所以说这首歌既然是为了我雪中红，为了我王雪红做的，待会我还要有找机会找你合唱，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马如龙，谢谢谢谢谢谢王董事长，谢谢。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这种这样这样这样，那这幕是安尼啦哦，他要进行接下来了，来讲讲。那么介绍两位贵宾完之后呢，马上介绍另外一组贵宾是大独裁者落难记的阿拉丁还有柔一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大独裁者落难记的男主角，我叫做阿拉丁。谁最独裁？阿拉丁。谁最可爱？阿拉丁 ，Yes， 也在我的国家，我说的就是算了啊。在我的国家当中呢，谁唱歌最好听？王世贤。头坏掉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他唱的歌，好好听哦，爆！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太喜欢了啊。你是谁？我是这部电影的第一女主角，我叫柔一 ，Hello。我祝福你跟王世贤一起去幸福了啊！好，谢谢大家啊！好的，接下来介绍是《时尚玩家》节目的主持人莎莎。嗨，欢迎收看《时尚玩家》，我是莎莎。今天的题目是说台湾入选十大的世界伟大的社会，其实我觉得这对于莎莎来讲比我少一点点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台湾有很多好吃的小吃，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哦。还有今天看到王世贤大哥也很幸福哦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一家花爸花妈还有他的儿女。我们这一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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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一家。欢迎来到我的一家，充满欢乐的这一家，夕阳依旧的多美丽，文明点还是好天气。妈，不是，妈，你知道是同一首歌吗？他这个好像有改过，你都没跟我讲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在唱我们的主题曲，你还是有在唱那个
对唱那个帅中郎的感觉。其实那首歌对我的影响很深呐、啊。是哦，也待会有空我再跟王树贤唱给你们听、啊。哦，那待会没空了。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我们这一家的家长，我是不是他才是家长啊？我是他的配偶，我是花爸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花妈啊，我是柚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恭喜啊，谢谢。今天王世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待会再好好来访问他。我们先进广告。